迎收看《心灵乐飞扬》，我是达明，我是明一。我们《心灵乐飞扬》今天邀请到四位大男生，我觉得好像是开心果来的哦。是，而且他们不但能够演，还会唱，配合度又高。对，而且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这四位年轻人呢，他们现在有更紧密的关系，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好不好 ？Four by Four 的是林道远、夏振峰、钱君仲，还有钱君贤。钱君贤 ，Hello， 欢迎 ，Hello，Hello， 四位新朋友，来，先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为什么你们是 Four by Four， 就是四乘四变成十六之后是？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是四轮传动哦，所以你们是那个 four by four， 对，我们就是等于四个人可以做掉四个人以上的事情。OK， 好，那还是一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两位啊，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陌生，等一下再来介绍。来来来，大家好，我是 four by four 的道远。Hello， 我是 four by four 的夏振峰。OK， 来两位，大家好，我是 four by four 的大钱，我是 four by four 的小钱。大钱跟小钱啊，你们到底值多少钱？大钱跟小钱，所以你们两个是？我们是亲兄弟。哦，你们俩是亲兄弟啊？对。哎，那你们两个本来就会唱歌吗？哦，其实我们本来根本就没有在唱歌的，我们以前是表演口技。哦，所以你们是用口技，不是用歌声。对。所以四个现在就是 Four by Four 呢，发了一个 EP 嘛，是的，对不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要为大家来带来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叫做《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哎，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就是说你的富有不等于是金钱吗？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呼应现在的景气，对啊，真的是。对，因为就是大家其实就例如说无薪假啊，很多的无薪假，或者是常常被就是辞职这样子，很多事情。那我觉得因为这首歌大家听了能够有开心的一面，所以你们其实很希望就是说这首歌曲来激励大家，对，好不好？年轻人，我们就是有本事。好不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可以再站起来，对不对？好不好？好，来鼓励大家一下，好不好？对，好，好，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刚刚那什么东西？有钱人都开跑车跑来跑去啊。哦，啊，有钱人还可以玩什么？有钱人可以开飞机。飞机。啊，那飞机要停哪？没地方可以停哎。那不好不好吧？那还是开车好了。有钱人吃鱼翅打发时间，我吃香蕉陪我过一天。吉他虽然惯了根弦，就当做乌克丽丽来练。就算口袋没有钱，友情、亲情、爱情都不会变，只要心中依然有信念。有的时候比有钱人简单一点，我不需要面对关于后辈会撒的钱。某种程度我比有钱人快乐一点，面对世界我就是爱改变。有钱人就把泪买回家，价钱高到就像买了一个家，不管在哪，大地就是我家，我是作为家。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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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有的时候我不会比有钱人差，去不了巴黎看红，就到巴黎吃海鲜吧。有的时候我不会比有钱人傻，不会想呆瓜，为了女人花很大。开水馒头我都很珍惜，我没钱但我也可以吃得满足，吃得这么不易，吃得这么不易。我的事情没有别人低，只是太贵的东西买不起，没钱不代表身价便宜。有的时候我比有钱的轻松一点，不用浪费时间关心黄金是生是跌。某种程度我比有钱的快乐一点，
可以坦然面对账户余额只剩个钱。有的时候我比有钱人轻松一点，我不需要面对偷藏小三会被发现。有种信念我比有钱人快乐一点点，就是我不穷，我只是没钱。快乐没钱，没钱，快乐快乐没钱，没钱，快乐快乐没钱，没钱，我不穷，我只是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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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穷，我只是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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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每天。哎，我不穷，只是没钱。对啊，好有意义的一首歌哦。对啊，但没钱也不能够，很多事也办不成了。嗯，但是真的，金钱不等于富有。对，事实上是这样子，没错，真的是。有的时候好像有经验，反而是富裕。嗯，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谁写的、啊？好厉害哦！谁写的？是谁写的？我啦。真的好有感而发哦。真的。嗯，就是。跟就是平常社会写实比较写实一点，真的、哦、对我来说、啊、错啊。不过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经验是最好的老师，经验是、代表富裕。你们都有很四位都有 很多的这个工作的经验，来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好啊，对啊，好啊。导演什么工作都做过是不是？什么工作都做过。我摆地摊，我是摆那种冲浪手环、哦、就是边可以边英文字在上面，是这种，对，就手环这种、对，类似这种可以，然后看看、哦、还是用线。所以你东西很少，对，是不是？我一个小箱子，然后十捆线，然后各种不同的颜色。其实我警察来，我就坐在机车上面，那警察来，我就是倒过去坐而已。所以他觉得我是在牵车，了解，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经常用跑，所以他的这么大的块头是为了挡他的那一副，对呀、啊，因为他让别人看不见，他那一点点这个道具一下就藏起来，对对对对对，果然是不用跑警察，你只有单卖手环啊？对，我单那哦没有，那时候有手环、脚环、手机吊饰，你会编织啊？会，哎，看不出来，他手很细耶，哇，好可爱哦，练很久，我从一开始一条要两三个小时，我现在一条最快只要两分钟了，这是真的假的？这种生意好做吗？其实还不错，因为其实它就是卖手工钱，而且它等于有一点就是你那个材料可能不需要太多钱，它就是卖它的。对，我就是卖手工。你的这个应该算好赚了、啊，就是年轻人。我成本其实非常不高，还是要跑警察嘛这边。对，还是要跑警察。没有啦，他只是就是。对，我就是做警察啦，警察来盖，然后放后面就好了。啊，没有，我在牵车，我在牵车。对对对，这是很特别的经验呢。对呀、啊，不晓得你有这样。而且我会喜欢把它弄得很。就是放音乐，然后还要放个灯这样子，然后弄得很花俏，很有 feel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哦，他把自己就是说，虽然是摆地摊，但搞得像街头艺人，就小而小而小、哦，但是很巧这样子，很漂亮。那你一定卖的不便宜。还好哎，我那时候卖一条200，两条300，贵啊！不会啦，两条300，对啊，算情侣这样一人150，那就一人一条。好啦，而且这种就是对啦，就是说啊，情侣这样帮你们特别量身打造。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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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编爱心在上面，是、哦、很有生意头脑哎，真的。嗯，谢谢谢谢。那大小钱你们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呢？我落差比较大，我是做比较动态型的。哦，真的吗？比较静态的。那你是做哪些呢？我是当家教啊，然后去做。你教什么？哦，我教画图，因为我美术系的。说画图也有家教。你是教素描还是什么？哦，素描、水彩、漫画都有。哦，真的、啊哦，所有的画画都有啊。对 ，OK。就是有些父母他希望就是小朋友一对一教学，他觉得比较清楚，所以他属于静态型的。对对对，都比较静态、哦。所以是美术老师啦。小钱，其实我有当过家教啦。那你教什么呢？教就是陪他们运动的那一种。啊，欸、有这种家教啊？我不晓得。有啊。你很需要。我都有陪小宝玩的。对，他体力超好的，他可以从文化大学跑到士林。真的吗？对啊。哦，对啊。那时候跟他打赌，像那一次就是阳明山花季嘛，我要从山上下来，是跟他打赌说，我用跑的比你们坐公车快。真的假的？哦，因为小时候会塞车，是不是？然后我就沿路冲，我就冲到士林，就真的我赢了。真的假的？真的。那问题你打赌得到什么呢？就赌吃的东西、啊，辛苦了，真的。对啊，然后像我以前做过快递啊，哦，你也做过快递，送过羊奶，送羊奶，我就是
快递是还好，羊奶我觉得比较辛苦一点。OK， 那要很早送吗？就是上班的时间是两点到四点打上班的卡， oh. 自己分配时间。啊、okay. uh-huh. ，反正你送得完的话就可以。OK。然后如果不小心弄破的话，这自己要想办法。哦、oh, ，对啊，因为羊奶瓶都是那个玻璃瓶那种。对啊，就摩托车他会给你那个箱子，对，两瓶挂着，对吧？然后一瓶、okay. 送一瓶，差不多赚2块多。很辛苦啊！用瓶算的、哦。对啊，一瓶2块多、欸。那油钱你要自己贴啊？对，自己。啊？啊你赚不到什么钱，难怪你后来要去陪玩。对，我觉得你要去陪玩，陪玩比较轻松。因为算一算，家长的钱最好骗，对不对？哦，比较不用这样跑来跑去，辛苦，而且成本也比较少。对对对，你是静态吗？对，我是比较静态一点。什么工作的经验？郑峰，你做的是不是更悍呢？哈，对，比较悍，就是属于那种很 man 的体力。对，因为看起来好像有在做那种很 man 的工作。有没有有一点点的舞蹈底子啊？然后以前有教跳舞啊，做电焊啊、出工这样之类的。电焊工，电焊工，要会吧？就会啊，就要学嘛，是不是？就学。可是有时候最电焊工让我最怕的就是高度，因为我们要做那个铁桶子，要到可能3、4、5、6楼吧。你人是要很多很高楼？你人是要被吊上去的吗？嗯，那边有做一个那个楼梯啊，嗯，然后可以爬上去。可是我到那边差不多1、2楼我就不行了。有点巨高，有巨高症，超巨的。其实通常电焊工都让我们想到就是戴一个面具，有没有？就是弄一个面具。对，就他原来还要跑到上面去，这个钱。你要跑到上面去。嗯，哎呦，这是一个辛苦的一点点小地方。OK， 其实每一个工作都很辛苦啊。是啦，其实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这个甘苦的地方啦。是，当然你也会有收获嘛，对，对不对？你在互动当中也会有一些学习啊，对不对？所以经验真的是最好的老师。是啊。那他们现在就是说四个人一起合出了这个EP 之后啊。真的蛮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除了就是要让大家好像感受到这个比较正面激励之外，嗯，知道道远也把他的那种对爱跟婚姻的梦想放到歌里面呢。哦，真的吗？哦，对，其实这一次有一首歌叫做《结婚好不好》，那它有两个版本哦，一个是教堂版，就是、哦、教堂版。哇，哎、欸，你真的看不出来，好浪漫哦。一个是比较情歌版本，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欢乐的版本，是对。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欢乐的版本。好啦，那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歌。你们四个人一起唱吗？对，这首歌其实就是唱出我们四个对婚姻的憧憬，这样。哎呦，我觉得哎、欸、很不错，年轻男生真的哈，愿、哦、意这样对一个就是婚姻对有约的那种婚姻，是、哦、好，一起来欣赏欢乐版本的欢乐版本。出现在有你的海边，海风轻轻吹，海浪层层叠，这就构成了幸福的画面。拥抱怎么美，笑得多么甜，这样的画面出现在有你的海边，海风轻轻吹，海浪层层叠，这就构成了幸福的画面。对话嬉闹，对话嬉闹，追逐奔跑，追逐奔跑，温柔撒娇，温柔撒娇，甜蜜拥抱，甜蜜拥抱。当我们把肩靠，时间变得静悄悄，只听见我们的心跳。结婚好不好？月亮突然咧着嘴角，也在微微笑。螃蟹欢呼拍手叫好，星星把天空闪耀。沙滩变城堡，汽笛声十里跑，树叶摇晃为我们鼓噪。愿是你今生的依靠。来嘞！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好烦哦！拥抱怎么美，笑得多么甜，
这样的画面出现在有你的海边，海风轻轻吹，海浪层层叠，这就构成了幸福的画面。追花嬉闹，追花嬉闹，追逐奔跑，追逐奔跑，温柔撒娇，温柔撒娇，甜蜜拥抱，甜蜜拥抱。当我们把肩靠，把肩靠，世界变得静悄悄，世界变得静悄悄，只听见我们的心跳。结婚好不好？月亮突然咧着嘴角，也在微微笑。螃蟹欢呼拍手叫好，星星把天空闪耀。沙滩变晨跑，汽笛声十里跑，树叶摇晃为我们鼓噪。牵起你的手，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有了你今生已足够。结婚好不好？幸福要抓牢，我愿是你今生的依靠。牵起你的手，我们一起走，有了你今生已足够。结婚好不好？幸福要抓牢，我愿是你今生的依靠。回去要洗澡，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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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领导员他又叫错，你知不知道？我愿是你今生的依靠。结婚好不好？欢迎你再度回到心情乐飞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四位年轻的艺人，啊，他们能歌，啊，能演，然后我刚才说了还能开玩笑，啊，但是他们还蛮能干的啦。我发现到一件，他们不单单是在工作上，你们在工作上都彼此互相熟识嘛，私底下他们感觉好像还都不错，哦。对呀，啊哦，所以你们四个人在一起出专辑，一起做宣传，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对啊，要不要跟我们大家为了录这个 EP，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为了要练自己喉咙啊，就是有点强硬嘛，要练强硬一点，然后每天就爬山，就聚在一起爬山，跟老师一起。哦，真的，啊，老师就带着你们。对 对，然后练歌，然后就是要拍照啊，这刚拍的时候还不觉得说那边有东西，可是我们爬山再下来再拍一次，到你就踩到瀑布。瀑布就是那个，所以大便，对对对。那他踩到也不知道嘛？他不知道，然后我还叫大前辈，哎，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牌子，你看那个嘛，他也踩到，安慰他，他也跟着踩到大便。哦，你要过去安慰他啊？对啊，你安慰怎么安慰啊？哎呀，踩到大便没关系，这样。哎，你怎么这样？然后就我也跟着踩到啊。所以导演就是自己搭丢，然后就有点就是把想要拉下拉拉下水的感觉，对，就把他拉过来。哦，对对对。所以为了这个要录这个音，大家还练一下体能哈。对，其实加强体能。对，你去爬山是不是？对，我们去爬山。你们四个一去，啊？对，因为我们录音的地方在乌来的山区。对。然后，那个，他们为了要录音，非得爬上去。就他比较厉害，啊。老师这点也是。小钱 OK 啊，小钱以前练过。他往下很厉害，他往上就不一定。对，现在体重越来越重。因为那时候文化大学的时候是。阳明山是往上，我现在不会累。往上，哎，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大家就是不止在录音室里面，变成私下其实互动要很频繁嘛，对不对？以前说来我们录音应该就是进录音室，对，然后就录完就出来。但是这次老师其实让我们想要不只是在
声音上是合的，是他希望让我们四个是在互动，互动上面也是合的，是，所以他从默契上面就开始培养我们，对，这样每天的爬山，然后每天的聊天，然后跟老师的这样上课，是，对对对，就真的就是大家变成不只是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啦，对，就是说你们也要完全的融入到当中，要融入他们，对对，你们有没有彼此对双方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比方说导演对大千小千，因为你从那时候你们拍戏嘛，比较稍微不熟，可是现在看现在啦不一样，现在看彼此对方，哦，现在看了，其实。是以前在新兵时期的时候，我就对他印象可能就是说他很爱吃东西，看到吃的他还跑第一名。他爱吃，对，就是这是刻板印象。一切只为了吃。但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我发现，我发现一个比较细微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他吃东西吃很快，吃完之后，他会帮别人，就他已经吃够了，他说：“哎，小秋，我帮你弄。”然后就把摆盘弄得好好的，这样的东西装好，汤会服务别人，外装。当然前提是他先吃够，他先吃。可是起码他吃饱，就你是属于那种吃饱才会思考的人，就对。对，我会血糖过低，对不对？哎，真的，你知道短裤狼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没有让他吃饱，他真的对他没有力气，他没有办法吃，所以就后来就开始服务大家。对，其实就蛮贴心的啦。啊 ，OK。那个大钱，你对？大前是后来才认识他们，对，因为我之前没有机会跟他们拍戏，是，所以除了道远爱吃贴心之外，然后正峰他就是超级乐天派，哦，超级乐天派，但是他其实看得出来，你们什么特别的印象当中哪一件事情他很乐天，一定有一个事件吧？他其实面对任何事情他都相当正面的，就是很少听他会讲负面的事情，就即使遇到困难他都会尽量往正向的看，然后他。就在我们团体里面，他就是开心果，对，开心果。然后他都会发出一个最正向的东西，然后大家都会 follow 在那个感觉之下。哦，真的啊 ，OK， 就是说，如果你们这当中有人稍微情绪低落，他会他说笑话吗？哦，他就是带动大家，对他就会跟你聊天，聊完心情会比较好。对，然后他就会举例啊，比如说他其实也很惨啊，但是我很开心。事情往正向看就会往上走，哦，他跟你们比惨你们就开心了，就是山上的孩子啊，可是我就是对啦，你知道有时候安慰人家就是这样子，对啊，不知道用什么话，干脆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惨我都 OK， 真的是这样的，把自己的难处先摊在这个台面上，真的，你们就会注意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问题存在嘛，嗯，对 OK， 对啊，你们四个人，除了对彼此印象之外，听说两位你们的口技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吗？对啊，你们到底因为你们俩并不是以歌声加入 Four by Four 嘛，就摆明了讲，你们是以什么加入 Four by Four？ 我们技能是表演口技，而且在快速的时间内教会别人。哎呦，快速的时间，这句话千万不要随便乱讲，这不要乱讲，话不能讲太满哦。真的，只有我们两个坐在这里，你要真的，真的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那你们先表演一下，好吧？让我们先对不对？稍微知道一下有多么厉害，是是是是，对什么样的口技这样子。嗯，大家好，我是大钱，我是小钱，我们是。大钱，小钱，道远，还有正峰，我们是 Four by Four。这哪有办法马上学会啊？有点，这个完全就是像 B-box 这样子，对不对？哎，对，这部分用 B-box 来做。当然，刚刚的是进阶版，我们先教一个基础课程，对，初级的哈。首先呢，我们用学一个简单的口诀。我就看你们两个这个家教合不合格，你们开始紧张。你觉得看我会紧张？对啊，我看他就看，突然间把我当家长。嗯，首先那个要精神好。首先呢，我们上课的时候没上到课，我们要补课。补课，补课这两个音呢，就可以拿来做 B-box。哦，补课啊，补课，补课，啊，补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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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喉咙的声音拿掉，对，补课，补课，补课，就用嘴唇跟牙齿还有舌头之间，补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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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咙间要不要？对，对，补课，补课，补课的感觉，补课，补课，补课。然后我们再加入那个 Scratch， 一玩二玩，哦，就那刮，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对 Scratch 的口诀，很好用的，就是1525。一五二五啊，就是星期五。对，比如说星期二、星期五。好，一五补课，二五补课。一五补课，二五补课。对，一五补课，二五。然后我们念这个一五二五呢，声音要调高。一五二五，一五一五，一五一五，一五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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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然后可以带点卷舌。一
一五二五然后你可以跟着手这个做啊，就有点像 DJ 感觉，一五二五，就有点刮在，对，然后再加上补课之后，补课之后再合在一起，变成一句话。补课补在哪里？补课呢？补一五跟补二五，就啊，你奶奶，你说一次，补一五课，二五二五补课，补一五的课，一五课，二五二五补课。补一五课，二五二五补课，一我补一五课，二我二我补课，一我补一五课，二我二我补课，要带一点感情。我怎么觉得我们很像是很讨人厌的野猫？就要不是就不但完全不在节奏里，而且就算要讲鼠来宝也不像，就很尴尬。不过你们口气真的不错哎，哦谢谢，对呀，很有效果哎。你们应该不只会这个吧？唐老鸭，对嘛，一定还会学动物，就不只是这个 beatbox， 就是还会还有口技，对嘛，口技的方面，对啊，来听听看啊，枪炮弹药什么的，哦，枪炮弹药，好好好，可以吧？快点，来，快点 ，fire！ 啊，机关枪，哇，还有炮弹，直升机。坠落，哇！好厉害，厉害，厉害！我现在肯定就是说，家长愿意付钱给你们带小朋友。因为光是我们家，你们光这几招，小朋友就看得目光目瞪口呆了，真的。而且每天叫你们在旁边配音，他们自己在边玩，对对对对对，是满头汗这样。然后呢，家长就计时付费了。不过真的有效果，娱乐效果够了。是啊，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来听歌啊。对啊，就是四个人在一起的感情很好嘛。你们感情这么好，要来带一首歌曲哈，跟这首歌曲的歌名有一点关系。对，叫弟兄。弟兄，对，就是弟兄之间感情啊，它不像兄弟有血缘，但是它反而可以像兄弟一样紧密。是哦，是，就是说，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救那个小钱嘛，你可能是会救到人，还是救小钱？你是以体重来说，他是觉得说体重来说，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救到人。好了，开玩笑的，为大家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弟兄》。我发现自己变得沉默，不再看天空，不再呐喊怒吼，每破灭一个梦，心中总坠落，失去自信比失败更折磨。人想要世界多么辽阔，就应该让心多么勇敢自由，为长出新翅膀，忍住撕裂的痛。我已学到成长总会泪流，可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更看得清真正的渴求。不想要当粗犷，要做闪亮烟火，突破黑洞是另一个宇宙。还不了解我的朋友你好，我的心你将看到听到。从看不起我的朋友你好，担心你让我想爬得更高。在与你挥别的朋友你好，愿你挑的路阳光普照。把我当弟兄的朋友你好，有一天我会让你骄傲。我发现自己变得沉默，不再看天空，不再呐喊怒吼，每破灭一个梦，心中总坠落，失去自信比失败更折磨。你想
要世界多么辽阔，就应该要心多么勇敢自由，为长出新翅膀，忍住撕裂的痛。我已学到成长中会泪流，可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更看得清真正的渴求。不想要当烛光，有座闪亮烟火，突破黑洞是另一个宇宙。还不了解我的朋友你好，我的心你将看到听到。总看不起我的朋友你好，感谢你让我想爬得更高。你跳的路阳光普照，把我当弟兄的朋友你好，有一天我会让你骄傲。心你将看到听到，穷看不起我的朋友你好，感谢你让我想爬得更高，想爬得更高，想爬得更高。在与你会面的朋友你好，愿你跳的路阳光普照，把我当弟兄的朋友你好，有一天我会让你骄傲。欢迎你再度回到心情乐飞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四个大男生，他们呢，是很优秀、很年轻的艺人。虽然年轻了，但是他们有很多的生活的经历，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工作、演艺工作的在职场上面呢，彼此互相扶持跟帮助。其实人跟人之间多少都会有摩擦。对呀、啊，而且大家在一起就是要 fall by fall，就相乘上去，然后呢彼此加分。对，所以你们四个人在这样相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啊？就有一些想法不一致，你们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有吗？会有意见？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吗？想法不一样，其实有时候会啦，比如说唱歌，唱歌有些人想要高音，有些人想合音或是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都有经过一个详细的了解。了解这个歌曲，为什么都一直在笑？等一下，你要讲出来。有些人想要合音，然后有些人想要 outside 啊。就是我们还是会讨论的，但我们都是和平收场，不会动手动脚。对，当然了，当然。动手动脚太严重了。你真的很 man 直接就是说动手动脚，所以就是会对于可能要怎么唱，谁唱哪一个部分，其实是有意见的嘛。对，其实。但是我觉得我们四个好的是，我们四个我觉得 EQ 都还不错了，就是不太会太冲动了、okay. 对，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个性都不太一样，他很理智，对，但是大小钱很理智，对，小钱非常的理智，他非常的理智化，真的、啊，那大钱是非常的忧郁，我们都是用脑的，然后巴浪就很乐观这样子，很乐观 ，OK 對對對對 OK， 所以其实不太会有什么很大的争执，可是所以真的有人就是一定要那么去做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就是一起做啊，一起做啊。之前是录音的时候，像出现就卡，对，像我就是很容易卡住，就过不去。所以卡住是什么？因为我对抓音准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像他们那么快 ，OK。所以我对自己自信心非常不足。那你会不会又更不好意思，会自己在那边？对啊，就心急呢，心急之下又更糟糕了，就又更乱这样子。所以啊，那怎么办？那一次就是很特别，然后老师就停下来，那就叫。
导演跟郑峰牵着我的手，然后我也牵着我的手，我们围成一圈，一圈，然后他们两个为我祷告，这样，对，还蛮感动的。老师不是基督徒吗？哦，老师不是，制作老师不是吗？啊，郑凡老师，那你也不是吗？我也不是。可是他知道说叫两个弟兄来，对啊，我为你祷告。我在就是山上的时候，我常会偶尔在某些地方会祷告，就是会丢一点上帝的东西。OK， 所以老师知道说这个，对，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所以他就会有可能祝福这样子，对。帮助弟兄一下，对对对对对对。所以经过祷告跟祝福之后，心态上也不一样，就心情上也不一样。对，你就光牵手，你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扶持你，对呀。对，然后他又把祷告内容讲出来，你就觉得就其实我很好，就是大家都在帮忙我，然后我觉得那我应该要稳住，对，不要心不要慌这样。然后后来就越来越顺利。哇，我觉得那个真的手牵手哈，然后呢，祷告就是大家支持你，你真的不要那样想自己，我们真的都觉得你可以，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我就觉得那个感受到他们的爱，对，其实感觉能量，男生跟男生有的时候话不用多，手一牵，那个肩膀一拍就够了，真的。所以你们四个人在除了这个录制唱片的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患难？有没有彼此互相？有啊，道远跟这个道远跟郑峰，你们有。从拍戏的时候就患难见真情。那一次其实我还蛮记得的，就是那一阵子我很 focus 在神身上，然后那阵子那天我就跟他刚好睡跟他睡同房，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跟他聊，因为那时候刚认识而已，是刚开始拍，然后我就开始聊到家庭的状况，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是爷爷带大的，对，然后他想到爷爷常会就是有很多的感触这样子，然后我就有感动，因为我常会有那种感动，然后我就说，你愿意让我为你祷告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也很奇怪，然后就他就开始哭泣，然后我也开始有点泪这样子，对对对对，就是两个人那个交流哈，那时候比较激昂一点，比较激昂，现在讲起来你会不好意思是不是？我都不敢接话，你会不好意思，他会不好意思，他觉得他觉得害羞，不会啦，是真情流露啦，对，因为郑峰之前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分享过，就会想到爷爷哈，就会觉得说。对啊，但是你又要在这边打拼，然后就会很离乡背景那种思想感，对，是，所以突然间有这个，对啊，哇，两个人就释放了，好，那这个部分，道远跟这个郑峰要来带来一首歌曲，哦，对，来跟大家介绍，一直都在，谁一直都在呢？上帝一直都在。Yeah. 相信你就这样的离去，就在那场滂沱的大雨里，无法忘记那句简单的鼓励，多年以后还萦绕在心底。曾经我迷失自己，曾经我想过放弃，人生的路口该怎么抉择我看不清，现在我终于明白，理想它一直都在，只是恐惧与不安逼着我去逃避。站在舞台上，是你给我信仰，让我的早晚星星不再彷徨，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你是我生命的太阳，是你给我希望，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是你给我梦想，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心中那道，是你给我希望，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阳光，是你给我信仰，上面展翅
悲伤，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你是我生命的太阳，是你给我信仰，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是你给我梦想，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每一首歌都有最真实的呼喊，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心中那道最遥远的光，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你是我心中那道最遥远的光。哇，你一直都在。对基督徒而言啊，神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充满了喜乐跟感恩。对呀，我觉得有一个确据，有一个依靠。对，倒也是这样，没错吗？就我其实现在就是，我很有信心，就是我不怕有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他在我他一直在我后面帮着我的。有时候我们在觉得说，哎呀，有点会不会做的不对，或怀疑的时候，就你会听到一个声音说，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所以会听到一个声音说，你不要担心啦。我来掌管了，你交给我了，你知道那个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所以大小钱，你们有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达明哥在对你们俩传福音吗？我看达明哥一直有传能量过来，真的吗？眼睛带着交流。重点是你们四位，因为道远跟正峰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他们两位有没有很明显的，就像刚刚明仪姐讲说。像你们这样，像我这样跟你们传福音，有没有常常用这种方式？或者是其实祷告也算啊？对啊，就是这样。有没有这样？正峰比较害羞啊，哈。我们没有。你都用什么方式呢？一点一滴的这样。正峰可能就是让你感受到他很幽默，或者是很乐观，有这样吗？对，他平常释放能量就是极正向的，所以你就会哎，怎么会这么大力量会冲过来？就是哎，说好开心哦，他都可以看到他那好的那一面。然后他也都是整天都开开心心的。那道远有就是直接跟他们两个聊什么吗？应该算有吧，我比较常，因为我其实算是你比较常对大钱讲的，对不对？我这一两年来比较火热了，对上帝。对啊，因为你都忍不住要分享的，不是吗？因为我前两年才被翻转，所以我觉得现在是那个对上帝的信心是真的是很火热，所以我常会在某方面的时候，我就是说啊。哎，让我为你们祷告，我会有个感动，是，那我就会顺着那感动说啊，那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祷告好不好？因为我以前其实不太谈上帝的东西，不好意思嘛，对。可你现在就发自内心的，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我都叫他老板，我都叫他天父这样子，你就顺服他，爸爸，对。OK， 有感动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对，我就会顺着那个感动。那像他常常这样突如其来要为你们祷告，感觉怎么样呢？其实一开始不太习惯，对啊，就觉得你被宠上，你要干嘛？我的没有办法抗拒，一开始会这种感觉，他就突然间就一直大手把你牵起，他手很大，超大超大，他就抓你的手，这个手是被抓里面去，好可爱，你看他的手，所以他就抓着你的手这样，一开始。而且那时候新兵的时候，可能房间只有我跟他，他抓着我手就，你放心，他觉得很 OK。可是那时候更害怕，就想说一开始还不熟的时候，当然会怕，这么大一个人抓着你跑掉吗？对不对？没有办法抗拒。就后来发现其实他是为你祷告，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感觉像是一种分享，分享分享东西给我，他觉得很好的东西分享给我，是，对，然后就其实感到后来就觉得习惯了，所以来祷告，然后就直接牵着手。不过我想，因为这个团体啊 ，Four by Four 比较特别的是，就是说，其中像大小钱，因为两个是亲兄弟，然后可是呢，并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原来又不是唱歌的，然后却在这个团体里面，你不觉得这一切其实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组合，对不对？很奇妙，这是一个对。那我们比较想要知道，就是说，其实以你们两个人的眼光，就是你们看他们两位基督徒艺人朋友，好。跟你们过去在交往的其他的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你觉得就是给你们最清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在哪里？他们在很多时候会知道一个什么架构，就是我知道，就是楼梯啊，他就觉得我该爬楼梯，就是前面的东西不是阻挡我，他觉得是楼梯，他们会有一种好像可以看到，他讲得很好，
他们会比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遇到困难会彷徨，但他们道远他常常就会觉得，他说：“哎，我听到一个什么？”他会这样跟我讲。是，一开始不习惯，后来就是哎，你一开始想说他怎么了？他就幻听嘛，一开始不熟，我听到什么？对，就是想他是血糖低还是什么？但是不是？但是要吃糖啊。他其实讲一些东西，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对，他是一种。比如说他跟我分享事情，就是那种很纯粹，他也不是为了什么，他就是跟我讲，哎呀，好开心，这样会很开心，这样跟你讲。然后他后来讲的事情就，好像真的是这样，不要去想太多，就是有些事情就真的做就好了，不要太过担心这样。真的他比喻得很好，他比喻很好，他不要在这个阶梯碰到困难，那不是一个阻挡，那是阶梯是可以往上走的。你是很好的，你这个。有果然、哦、对，果然是用脑，果然是静态的。我们讲比较那个一点，就是有慧根的，这样听得懂吗？对不对？我听懂。对，然后在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信仰来讲，就是属灵啊。好啊，这都是很好的见证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彼此在一起共同发 EP， 不是只是为了工作，是，而是你们真的就是连私下的生活，大家紧密的彼此成为弟兄，对，彼此扶持，有 backup。对，对不对哈？当我在这个低潮的时候，我知道我有这个我的兄弟是这么大的后盾，对，很棒哎。OK， 所以我觉得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这是很奇的、很奇妙的，这没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特别的机会，对不对？好，那最后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奇缘姐姐》。感受到生命当中有弟兄彼此扶持，真好。是的，看他们四位大男生在一起工作，我觉得他们的这样的组合很巧妙。
我个人认为上帝把他们抽来起来不单单是因为工作，在工作里面他要给他们四位大男生更大的一个祝福。然后我看到道元他在为大钱小钱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见证。他们可能一开始大钱小钱他觉得不习惯，可是慢慢接受，不，这个不就是一个传递爱吗？然后他们大钱小钱也看到正风这个正面积极的一个态度，这也是很好的见证。所以观众朋友你们希望得到这个正面积极的力量，你们相信有人在为你祷告吗？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不好？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这个节目把福音的好处分享给观众朋友。主要我们都在演一出戏，是演给天使跟世人观看，更是演给你看，你是这个剧的大导演，你是编剧，你是导演。主要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看见的那个力量，我们看到的热情，我们看到的盼望。所以说透过节目我们看到道元在为人祷告，是吧？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也需要我们的带导，所以说你帮助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有机会来认识你，主要认识你的更坚定在你里面，更坚定他们对你的信心。所以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可靠，那人是有福的。所以说帮助观众朋友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说也祝福电视前面观众朋友还不认识你的，主要一样加倍的恩典临在他们身上。透过我们的祷告，主要你有话告诉弟兄姐妹，透过我们的祷告，你要把更奇异的恩典赏赐给观众朋友。所以说谢谢你每一次为观众朋友祷告，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我们都领受你的丰盛，是吧？我们原是不配的，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主耶稣，当我们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把我们一切交出来，就像我们常常会可能会听到主耶稣啊，你愿意来接手掌管我们一切，我们心里面就得了安慰，是吧？只要你同在，不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你的祝福。谢谢主耶稣，让观众朋友有这样的领受，感受到爱与他们同在。对基督徒而言，神你就是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阿们。非常的感恩哦，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每周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心灵乐飞扬，拜拜。你是我生命的太阳，是你给我信仰，让我在黑夜里看得见亮光，是你给我梦想，让我在蓝天上面展翅飞翔，每一首歌